我们今天两个人来吃个杂饭，好吧？一直听闻网上有很多天价杂饭，我们来看看马六甲正规的杂饭店是一个什么价格。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就是其实离机场街不近的那个，就是挺有名的马六甲河口的一个酒店。机场街大概走过来，我觉得5、6分钟也差不多的那个口子上，是吧？其实挺方便的。叫大家来玩的时候可以来试一下啊，就是马六甲的杂饭店，这一家名字还没说呢，是往后推一下，叫海香园自助餐厅服务，它也是接那种就是住家的那种自助餐的要求的，所以他们是做的是挺正宗，然后应该是做了挺有年头的，老板就把价格就是已经是标出来，一肉一菜7块钱。两个肉一个菜9块钱，就是这样子，它是有一个标准的。我们看看什么样才算是标准的。老板，这个是你们标准是不是这个怎么样？一勺是标准的还是怎么样？看你我们啊，我知道，就是我们就一勺拿，是你们自己来看的是吗？还是会那个吗？任何东西都要给顾客物有所啊，值，对，对啊，是老板对不对？是对，给顾客物有所值是。这样的杂饭店，我们就放心吃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。对，哇，这个摆了两个小餐桌呢，挺美的，是吧？这个你们摆到外面都可以了，推出去卖都可以了。看看有什么菜哦，老板，你们生意挺好的，你看有的蔬菜都已经开了没多久嘛，我来的挺早的，他很多现菜在都十一点。啊才11点钟，然后有的菜应该他会继续烧出来的，人当就可以来一份。你就一勺嘛，你就对不要呀，夹，哎，你就就一这样勺。啊，看满满的一勺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分量，就是老板会给怎么样的一啊？可以，勺。就是这样一勺是吧？满满的一勺，就是我们都是打一勺，看看是不是这个标准啊？人多就可以点几个菜，人少就可以这样，是一个杂饭，能吃很多你是这什么？个马六甲两的美肉，食，两肉两两肉，菜9块钱没有两肉一菜啊，九两块。肉一菜9块钱是吧？哎，苦瓜可以来一个。对，就是一勺，啊，这样一勺是吧？这个好像也是猪肉的吧，老板？洋葱炒猪肉丸，好像是的，哎，这个也可以这啊，个黑胡椒的不是感觉牛肉是，就猪肉，我觉啊，得对的，这就可以啊，啊。对，你来一勺，但我感觉像猪肉丸子。来，可以可以，这个挺好吃的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啊，就是这个都是两肉一菜，好老的，板就你一个人啊？这对里不是呀，吗？我知道，我说前面的招呼的就一个人啊，真的是，好，看一下啊，9块9块，9块9块，我们是打的标准份的。主食我想吃个炒面，我看他们炒面炒的挺好的，来点豆芽啊，怎么样的？你给我啊打一盆嘛，再多一点，就你正常的那种，那个叫什么店里面的量嘛，再多一点，稍微再多一点，你不要不敢打呀，真是的，你。当成外面的，有点怕，我感觉你不用怕呀。这一份我觉得也你给不一老定板开够了我多少吃。钱？这个就是我们的午饭，一份饭，一份面，两个菜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子。因为你这个有可能就是9块钱带米饭的这样一份，然后我这面的有可能会再另外加点钱。马来人的杂饭我也不太敢打，是吧？因为打了几次，现在就打了自己打的，我就吃不了了。有的时候很奇怪，12、15是啊。吧？价格都不一因为样，华太人有夸的时张。候还问一下，马来人有的时候不太好意思问，他们菜又多，是吧？一个个就是华人的，我们就有的时候聊一聊啊，怎么样会？不是，他主要看你那个量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，反正。就一勺嘛，我就感觉是没有但办我也法。是一勺啊，他每次价格都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你就是就要，不同的人给你算账，他价格又不一样。对，所以你就是要到就是熟悉的或者是。就比较良心的店家，人家就你开了经几常十年去的的，那种，然后开了对。几十年的，他们就是这样，有自己有一个标准，然后他们算价也会比较平，是吧？就三三块。块是吧？这一份面是吧？好的好的，大家知道了啊。那我待会儿就，那我也就开始吃了。猪那主肉草味道怎么样？是猪很肉的好，是吧？黑洋胡葱椒猪的，肉丸是吧？黑胡椒的是，肉看片这加样猪子，肉，肉片加猪肉丸，这菜很很好吃，下饭的这个，对，哇，浇点汤汁是的，很好吃，古老肉那样古子，老酸肉，酸甜它酸甜鸡的，肉的还是？鸡肉，鸡肉的是吧？啊，放点洋葱，就是这样它炒的的。味道倒的挺够味的，就我们有的时候去参加那个
那个叫华人的这个晚餐，他们也是就外面包了很多，就是这样自助餐送过来，真的很方便，自己有院子，真的是跟外面吃饭一样一样的，还比外面吃饭舒服。就尝一下我这两个菜，你觉得这里面哪个菜更最推荐？你可以试一下啊。我看他一份一份做的不是很多的，不像那种就是有的店他就是经济面他炒的是一大盆，有的都没炒到位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对，没有碎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他感觉他一锅一锅就是只比我们家里的锅子大一点，但是他没有剁到那大就家庭用的啊，就不没有剁到那食堂那种大炒锅的那种感觉，因为食堂有的时候太大，炒的东西就炒不均匀。人家拿出来那个是桶装的一大桶啊，对对，是是，那个就是这个，我感觉他每一个菜我刚刚看了一下，都是用普通的或者比家庭略大一点的锅炒的，所以它的火候能掌握得好。我今天尝了六个菜啊，我喜欢哪个？这个猪肉蛮好吃的，黑胡椒的黑胡椒猪肉。这个人当鸡，人当鸡，对，它吃到后面越嚼越香。啊、是这个爱吃要吃鸡的朋友，这个鸡古老鸡也蛮好吃的。古老鸡是吧？酸甜的那个，对对对，带点番茄酱的那种口感是吧？嗯、你这个炒面刚才你说不好，味道不够，你要加点这个他们的人当酱。然后我再淋了一点咖喱汁。我没有这个味道，我只是不是太爱吃炒面，啊、你知道吗？是，不要太好啊，真的是。我喜欢你这个，你这个弄一下，一碗面就可以了。你有不讲究的一碗面就味道很足了，我告诉你。省钱秘籍啊，省钱秘籍，这个中国茶，这个吃的也很舒服了。喝口茶润一下，就开始吃了，尝一下啊，这人当酱啊，嗯。你配换那个人当鸡，那人当鸡真的嚼到后面越嚼越香，好吃啊！它有点像我们上海的冷面，它里面有花生的，因为它这里面有花生酱或者放花生在里面的，有花生的香的。那个人当酱啊，对。如果你在机场街那边，就是一份娘惹餐里面饭，然后一点人当鸡，什么一般都现在都是20块钱了吧？我觉得。一般人当鸡买的挺贵的。啊、人当鸡是相对的，因为它调料用的多嘛。加上人当两个字，就价格就上了。啊、它调料用的多，它成本也高，在这边就都能尝得到是吧？我觉得这味道，如果你真的是打的大分一点的，怎么样的，也不比那个有的店做的差的。趁着人少一点，我们过来把单买了两个。两菜两肉一菜是吧？两个杂饭，看看多少钱？哎，两杯水，一共23.5块是吧？今天我们吃的12块钱一个人，连饮料带杂饭的。我是吃了炒面的，啊，好的，谢谢老板啊，谢谢，真的是不错，肯定再见，不是有缘再见，肯定再见，啊，这会儿刚刚得空一会儿在马六甲吃个杂饭就是这样。就是也没有什么，不会有什么天价杂饭在这边吃，能够一次性尝到很多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的美食，真的是我觉得是个挺不错的选择，有烟火气是吧？我们这家海香园的这个杂饭店，三个人，一个大厨，一个就切配，我们中国做切配 啊，对，一个就老板在前面，哇，真的是这么忙的一家店，只有三个人，好的，老板，好，谢谢啊，老板。好，拜拜，继续忙，好的，拜拜。